遇到生活中的烦恼，你怎么办？交通部只有公告，就是国道三甲这个部分，所以现在就是有点是法律本来允许重机可以上国道，但是允许交通部决定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然后交通部就给你一个最小的地方，哎，国三甲就这一段。对，锁定每周六日晚上的8点，晋天电视台播出的《绿油精》，看电视学知识，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。